我要看看乔治的肚子里有什么。哎呀，沙子。再看看佩奇的肚子呢，也是沙子。再看看猪爸爸的肚子呢，哎呀，这都是谁呀给装的沙子。最后看看猪妈妈的肚子，哎呀，全是沙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摞高高。这是佩奇，最后是乔治，摞得高高的。我们来给乔治穿衣服吧。咦，这个是猪妈妈的，这个我穿不上。这个是猪爸爸的，这个是佩奇的。嘿，我乔治的在这儿呢。哇，穿上好舒服哟。嘿，我佩奇也穿上衣服，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个是猪爸爸的啊，我佩奇的在这儿呢。哼哼，我猪爸爸也要穿上衣服哦，这猪妈妈的太大了。哇，这个是我的，穿上好舒服呀。哈，我猪妈妈一下子就找到我的衣服喽。